看到不？影片内面迄查甫人，竟然爬去饭店五楼阳台，佮有粉照到，佮无顺利爬落去。五楼呢，差一点仔，互人饭店变成凶宅。好佳哉啦，一楼粪扫堆也无消息。啊，不过真系拄啊好，迄涂骹拢是破开玻璃，伊要离开时阵，脚就用擦掉，就受伤啊。就亲像你即摆状况同款，果然是你设计我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看完未？看完啦、啊，是安怎？我一看到这个影片，我就想到你嘞，所以第一时间。我就把这影片买下来，我怕这影片传出去，会影响你的名声。所以你认为影片迄个人是我？我安怎可能感觉？迄个查甫人外表还佮动作，佮你真像。这两件事，你这么关心我，我真是足感动的。阿莲啊，啊，既然影片是为我买，我出加两倍的价钱，佮你买。既然是我认着人，我哪好意思让你买回去啦？对啊，张教练，那影片哦，我放在云端啊。假使你想要吞 SIM 卡，我会当卖给你。顺续，我会付资料包给你，安尼储备较好。歹势，我要先来走。对啊、哦。甲伊讨论影片，可能甲伤欢喜，我煞袂记。我来找你主要目的。张教练，有一件代志我要甲你讲。欧马商城柯连环负责人，这件代志你也先有心理准备。哎，欧马原本就是尤其的负责的，啥物换负责人啊？这是阮会长的意思啦。你嘛知影，小野静静一直在照顾李静柔，所以真清楚有新的查某的过程真辛苦。而且李静柔阁无应该早产，你想看卖啊？尤其年岁比李静柔大汉一岁呢，伊更加需要静养。所以阮会对小海一知影尤其有心，伊就坚持，爱尤其甲所有旧房放下，好好安胎。讲的比笑较好听，我看你根本就是甲织田拓海联手，要甲尤其赶出经营团队。哎啊！张家人真歹势，我袂记你较受伤。我有代志要做，你若是要倒在路中啊，那呢，你当然好路，这是你应该是好。志田院士，你今日来目的，就是要甲我威胁，讲你要上传影片，啊，搁伫我面头前电话看，你甲恁太太接无手走对无？张家良，你误会我有好意啊！这影片顶面的查甫人是啥？我相信大家拢看会出来。啊，若是欧马商城行李，迄是志田集团主产，里面什么青菜，甲你的手撑入去。啊！若无效果，你家己要负责。你的下场，我相信一定比即马更加凄惨。